哎哎哎，行了，把这碗汤喝了，不看了。哎哎，别动，我正忙着呢。你要不听话，我坚决举报你啊！人家大夫再三嘱咐，术后要休息休息，不能劳累。你要是不听话，我就坚决举报你。嗯，真香。你也不看看谁错。哎，叔叔。哎。爸。 你说一个女人，非要把自己变成工作狂才行是吧？爸，叔叔，我跟您一起监督她。打住！小四，以后你们做什么事儿不瞒着我，我就阿弥陀佛了。爸，你这话都已经唠叨好几个月了，没完了吗？我说三年我也唠叨，你还别嫌烦，多悬呐！ 做手术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居然敢瞒我！哎呀，您又来了！不是小四，哎，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别瞒着我，啊，不能由他性子胡来。还好，这次有惊无险，要不然……是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跟您是统一战线。嗯，他糊涂，你不能跟着一块儿糊涂。我发现。 见到我爸以后，你们就一副谄媚的嘴脸，伸手不打笑脸人，这叫战略战术，知道吗？最近啊，得把这个博文留学的这个表格给他填好，然后把签证办出来，还有学费也得交啊。哦，这个杜兰大学定了是吧？定了。你问过孩子的意见吗？我跟他说了，他也没反对。我估计这两天自己想通了，觉得妈妈对。估计孩子让你给吓着了吧？ 你太强势，我怎么强势了？来，有你这样当爹的吗？当甩手掌柜也就算了，还在质疑我，我容易吗？我这是关键的一步，你要尊重他自己的选择。我怎么不尊重了？他一个小孩，他懂什么呀？我跟你说多少遍，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小孩。你说你什么呀？他懂什么呀？哎，你先回来。回来啦！哎，正好，你看看这个表格，你填一填啊，不知道怎么填的地方呢，跟我说，然后我来填。 不用了。那以后你们啊，再也不用我担心了。海军工程大学，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跟我们商量啊？啊，你这什么时候报的志愿啊？就我之前自己报的。之前报的，不行，我不同意。 你先听听，他怎么想的？你是有什么要听的呀？他能说什么呀？欧阳博文，你不知道吗？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干嘛？你不知道吗？我天天在外面跑，收集资料，为了你出国留学的事儿，找中介，我容易吗？你不是老提尊重吗？你这么做，你觉得尊重我，尊重你爸吗？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不想出国留学，你不听啊？我不听。 哦，我知道了，长大了，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们了，是不是？我们老了，妈，本来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我以为你们会和我一样开心。你想让我开心，你就应该听我的话，出国留学，我就高兴了，就开心了。出国留学是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你做主？啊？你做什么主啊？你知道自己怎么选择最好吗？ 你选择之后，你能负责任吗？你一个小孩，最后还不是让我给你爸收拾这烂摊子啊！不，我们冷静一点，好好谈谈。不冷静什么呀？怎么冷静？反正我不管，不管你们怎么想，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必须得出国留学。我没想和你吵架，但这件事儿我也决定了，所以希望你能尊重我。 欧阳博文，我告诉你，你要是走出这个家门，你就永远都别回来。不回来就不回来。你不许找他。不行，你不许找他去。你好好的消消气儿，你自己想想，捋捋通。博文，儿子，我们聊聊。 对不起，我刚不应该跟我妈那么说话。确实有点过分，我知道你不容易，好不容易做出了选择，又被人给否了。
那你就知道，我跟你妈都希望把我们最好的给你。其实我知道，从小到大，你们给我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我一直都有爱，也有自由，但是你们对我越好，我就越不想让自己变得平凡。所以这次，我想选择自己想走的路。儿子，我很为你骄傲，你坚定自己的选择。但我想告诉你，人必须得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开放。哎，高总，坐。小林，倒杯咖啡。哎，这个给乐乐，我记得他快四岁了吧？啊，谢谢谢谢，时间过得太快了。是啊，乐乐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啊，谢谢谢谢。那个，开放啊，上次呢，我冲动了一点，我向你道歉。不，我也有不对，我不该没有跟您说清楚这个前因后果，就提出辞职。没事，今天来呢，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放映工作室后续的发展。你看啊，放开说这一季播得特别好，广告销量也上去了。刚才秋妍跟我说，咱们90后创业的训练营已经达到了2000多名学员，投资人特别高兴，因为他们的资料、他们的项目都在资料库里，很有价值。是你有商业眼光。我们当初看中你，就是因为你这题材有特别敏锐的眼光。你看我看得多准。接下去呢，你看我们的广告，啊，项目，人才储备，三管齐下。一定是运营得非常非常好，我对我们的未来真是充满了信心。然后我们第二年进行二轮融资，我跟他们运作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套现。这样的话呢，你看你短期、长期的效益都有了，想想都替你开心。高总，您千万别这么说，越这么说我就越如坐针毡。如果不是您当初让我组建起了这个团队，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啊。但是团队灵魂是你啊。其实猪猪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制作人和主持人了，他的功能和我基本是重叠的。而秋妍呢，又是上海交大管理系的博士生毕业，他们两个是互补的。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经营者，我希望你们能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你想走就走，我怎么向投资人交代呢？我理解，我理解你有新闻理想，你有情怀，但是你这样做，你对投资人，你对所有人投入的资本，你很不负责任了。我知道，我知道您的意思，所以我才提出请求。我希望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我离开之后，放开说还会完全留在工作室，为了弥补大家的损失，我会放弃所有的股权。我们是签了投资协议的，你这种行为让股东承担巨大损失，是要吃官司的。哎，高总，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我怎么跟你们讲述这段故事。也许你们会很惊讶，我为什么会报考军校。我想告诉你们，这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一个对我一生都很重要的人。在吗？2个月不见你了，最近去哪儿了？约的时间和地点没变吧？在我最迷茫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他跟我在游戏里并肩作战，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无话不谈，又无比默契。在我灰心丧气的时候，是他安慰我，给了我最大的鼓励。可是有一天，
他突然就凭空消失了，我怎样都联系不上他。我只好通过他的 IP 地址找到了他平时上网的地方。刚起。哎，老板，您认识梁琪吗？好，谢谢。这里是军事禁区，请不要在这逗留。我找人，请出示有效证件，那里登记。但是我没有他电话，只要他叫梁琪，我名是勇者无敌。你认识梁琪？嗯，我是他好朋友，最近一直联系不上他，我担心他出事儿，就想办法找了过来。我带他进去吧。是，你跟我走吧。磨案完毕，展报。两个月前，梁琪所在的战斗部队受命执行维和任务。前天夜里巡逻的时候，警卫连遭到了敌人的攻击。梁琪为了掩护战友撤退，没走掉。他是和我说他要去执行任务，但是他还那么年轻。他18岁入伍，新兵训练的时候，我一直带着他。他是全连最优秀的战士，后来通过选拔进入了作战部队。那你是怎么认识我的？维和任务前，执行任务的每一个战士都要写一份遗嘱，而梁琪的遗嘱里写着一个叫欧阳博文的，网名是平平无奇，说他是游戏里最可靠的战友，遇到危险时总是冲在最前面，撤退时总是最后走。对了，稍等一下。这里有一张梁琪的照片，还有一张字条，是他留给你游戏里的账号，有时间替他玩玩吧。给他进个军礼吗？只有军人
才能尽军礼。全体都有敬礼。我无法形容我当时内心受到的强烈震撼。我看着照片里他年轻的脸庞，终于明白，我想要追求的就是像他这样平凡但绚烂的人生。我要完成他未完成的理想，也要让自己有一天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他面前，用军人的礼仪向他致敬。妈，博文，是妈不好，妈没有跟你沟通，以后妈妈会注意的。我知道你其实都是为了我好。来，让我看看我儿子，长大了，怎么这么快就长大了呢？小时候那个牵着我衣角在后面要我抱的那个小孩，一下就长成男子汉了。那我替博文说一句，妈，您是不是同意了？同意，保家卫国，妈妈为你骄傲，好儿子。我也为你骄傲。没走啊？对，芝叔跟乐乐都睡着了，我去把粥热一下。不用了，我看你这么累，就想见见你，特别累吧？如果有件事情所有人都反对，我该怎么办？要是我呢，我就遵从自己的内心，只要坚持，困难总会解决的。你确定是所有人吗？是不是漏了谁？你放心，你爸还有女儿，我都会替你管好照顾好的，你就放心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别为了我。为了你就是我想做的事情。这趟莫斯科飞的可真够刺激的啊，风大雨大的，真的是。你都要升机长了，这对你来说呀都是一种考验。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当副机长挺好，有你在前面为我遮风挡雨，多省心。哎，我开会电视啊。肯尼亚持续大规模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已造成132人死亡。哎，老四啊，我快来。肯尼亚气象局日前发布警告，提醒民众谨防持续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据悉，被困人员大约有100名中国公民，具体人数本台正在核实。看来又有任务。哎，如果有任务，你参加吗？开放现在的情况，我也走不开啊。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而且你刚升了飞行部副总经理，其实你内心还是很想参加的，对吧？我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吃的。你也别往心里去，高娜呀，也许她只是一时糊涂，她脑子没转过来。我知道，我挺理解她的，她心里也不好受。换位思考，我也会一样。哎，你怎么会冒着吃官司的这个风险，必须得回电视台啊？
想不问你了。司文局什么态度？他很支持我，真棒。他真的对你太好了，我羡慕死了，真的特别好，你知道吗？哎，电视你看了吗？肯尼亚洪灾，民航总局点名要让我们公司去执行撤离当地侨民的任务。这次撤侨的行动，总局特别重视，无论是对当地的气候、航路、航线、机场，还有心理素质和技术能力，司本区都是当之无愧的唯一人选。他都没跟我说过。哎，尝尝，好不好吃，乐乐？好吃啊！来，给你自己拿着吃，这都给你切好了啊。乐乐，你要觉得好吃，以后叔叔天天给你做。你干嘛呀？现炒现卖啊！理论指导实践。你这样会宠坏他的，我以后怎么教他呀？不会，孩子喜欢就行。乐乐喜欢吃吗？喜欢。好，以后叔叔变着花样给你做。可是，谢谢你啊。哎，怎么突然这么客气？我有点不适应。非洲的任务你还是要去的，萧晴告诉我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你的事业。开放，你现在身体没有完全恢复，跟投资人闹成这样，我实在是不放心。我可不想成为你的束缚啊。没有人说你是我的束缚，我也从来没这么觉得。开放，真的，原来我不相信婚姻，不相信承诺，我甚至觉得带着这么点遗憾，老了死了，我觉得这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直到我遇上你，我才知道我原来失去的所有的东西，老天都会换种方式弥补我了。是你让我觉得人生才是完整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可是非洲那些望眼欲穿想要回家的人，更需要。放心吧，我没事。乐乐，你在干嘛？你要抱抱吗？叔叔，这个是送给你的。真的？哎呦，乐乐，你画的真好。这个是乐乐，这个是妈妈，这个画的是谁？这个是叔叔。真的？真的。谢谢乐乐。叔叔，你要早点回来，我让你当我的爸爸。叔叔答应你，一定早点回来。我们可以开始了。在开始今天的陈述之前，我要在这里感谢各位投资人对我的信任。你们在我的创业之初，给予了我完完全全的空间，让我带领我的团队做了这一档全新的，甚至是有些冒险的栏目。今天的不情之请，出于我个人的原因。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16岁那年，我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开始了我的新闻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从我的老家来到了北京。我在电视台里工作了10几年，真的很辛苦很累。大家都知道，在电视台工作的女人基本就是一个男人婆。随后呢，我又去当了专车司机。这是一段洞开视野的过程。后来我遇到了一波年轻人，尤其是90后的创业精神，他真的再次刺激了我，让我内心那种不安分的因子又重新点燃了起来。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创业者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钻研、细心、精益求精，这样才能达到相逢的境界。这像极了16岁那年的我，我不再屈从于父母那一辈的价值观，我逃离了舒适区，
不再视未知和不确定为洪水猛兽。翻开说的制作过程，是我重拾初心的第一步，但绝对不是我固步自封的舒适区。我并不知道我的未来，但是我知道，我要去开拓我的未来，刻不容缓。大乐航空公司11日应中国民用航空局的要求，前往肯尼亚机场执行游客撤离工作。就目前统计，在肯尼亚滞留的中国游客和华侨共计213人，包括12名中国香港的游客。据前方发回的消息，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瘟疫，并且有迅速蔓延的趋势。他们能答应吗？必须在瘟疫爆发之前撤离全部同胞。先生，中国游客已经集结完毕，为什么不允许他们登机 ？Monsieur, tous les touristes chinois sont ici. Pourquoi ils ne sont pas permis d'embarquer? Plusieurs personnes n'ont pas encore été identifiées. 有人身份不明，不能走。那两名游客护照被洪水冲走，正在加急补办。Deux touristes ont perdu leur passeport et c'est trop tard de demander leur document. Je ne peux rien faire pour vous dans ce cas-là. 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先生，是这样，再有一个小时，暴雨将会再次来到这个城市。Monsieur, le temps frappera à nouveau dans une heure。那个时候，我们将会丧失掉最佳的起飞时间。而瘟疫已经开始蔓延，将会有大量的中国人滞留在贵国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无法与家人团聚，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另外，这两名没有护照的游客是两个孩子。Par ailleurs, les deux passagers sans passeport sont des enfants. Do you have a kid? Yeah, I have a beautiful daughter. You know, I also have a beautiful kid, and we both love China. 谢谢，我们会尽快补齐手续。Bonne chance, capitaine. Nous allons compléter ce dossier plus tôt possible. 我们赶快走。开放姐，谢谢你愿意帮我们录制最后一期。我得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机会。加油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放开说》节目，我是今天的特邀主持人，其实就是临时主持人欧阳妍妍。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嘉宾，由于他的职业问题与我们的视角确实不能够一样，我们呢是地上走的，他是天上飞的。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醒来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床上，而他醒来的时候是在万里高空之上，巅峰之上。欢迎我们的机长司文渠。大家好，我叫司文渠，因为工作的关系，确实我到过这个地球上很多个地方，但我最喜欢的是非洲。你走过很多地方，你都能看到像现场这些照片上那些孩子一样，他们脸上都挂着特别纯真的笑容。有一次我问一个非洲小孩，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开心，你难道真的没有烦恼吗？他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我：我每天有阳光，有吃的东西，有爱我的爸爸妈妈，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为什么要烦恼？我一下子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不知道。生活有时候就像万花筒，斑斓，但是不确定。但只有感恩生活，珍惜当下，
爱你所爱的人，你才会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我很感谢这段时间我在非洲的时光，他们可以让我静下心来思考自己以后的人生该怎么走。其实我今天来除了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感受之外，我还有一件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嫁给我吧。忙碌与飘摇，无法逃离的寂寥，偶尔也尝试着祈祷。我还没说愿意。刚才那么半天你没说话，就等于默认。遇到另一颗心停靠，不是这个寂寞。飞越过云霄，穿进那人潮，隐藏好，孤孤人群不热闹，喜欢一个人的步调，不相信天荒地老，时光让你出现的又刚刚好，和你在人海里遇到，空气中有点暖暖的味道，有些旧伤已经慢慢愈好，用一个背后的拥抱结束我的有进步。我一定会再接再厉，才会把这局活成全场。我以为乐乐睡着了呢。你在说什么？做什么梦？你笑得这么开心。找个机会去看看你爸爸，他以后也会是我的爸爸。如果是我一个人，我也只是想想，绝对不会去。但是现在有你和乐乐，我也想带你们去见一面。相信他一定会很开心。和你在人海里遇到，空气中有点暖暖的味道，有些旧伤。又一份亲妈的辣手翠花。好嘞。啊，再加一份懒妈妈的聪明蛋。马上得喽。这什么名字起的？好好一鸡蛋西红柿，非弄成一个什么懒妈妈的，还聪明蛋，这什么关系啊？哎，对，还有这家的味道，那是菜名吗？那是我的草菇鸡汤，我要把幸福的味道带给大家。哎，还真别嫌弃，想吃啊，还得排队呢。哎，正好，那个隔壁望远东里小区29楼1104，马上送去。1104，嗯嗯。哎，这老太太点了我3次了一上午。是不是看上我了？咱的品牌呀、已经打出去了啊，整个小区全都知道。哎，那是肯定的。要说做家常菜，谁能跟咱们啊老甄同志的手艺比呀、哎呀，真是没想到，就用手机的 APP 就能把、隔壁邻居家的菜点过来吃。哎，有老爸在呀，就有家的味道在。咱要让所有小区的年轻人尝尝家的味道。说你都没用的，没用。我告诉你，咱就抓紧干，多开分店，照着世界500强这么走。啊，行，你就别吹了，赶紧送外卖去。哎，对了，不是那个代言的事儿，你考虑考虑，你退下来吧。行了，我干的挺好啊，你就别惦记了。不是你，人家国庆啊，在附近小区大妈当中威望很高，你就是配8个轱辘。
你也赶不上。大妈们的新宠，你也挺好的。您的餐马上就到，我们现在这店是网红小店，生意太火，我在路上，马上。OK。老板啊，咱店现在生意这么好，这星期天晚上不营业太可惜了吧？星期天就应该休息，好好回去陪陪家人。放心，不怕不扣你们工资啊。我们家离都远。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没，就这是个意思，你知道吧？这个有男朋友的陪陪男朋友，有女朋友的陪陪女朋友，然后给家里打打视频。我呀，以前挣过钱，也破过产，我知道，幸福啊不是一张银行卡，咱们得要拿出时间来善待自己，善待家人啊。那我们。真下班了，快走吧，赶紧的。好嘞，谢谢老板。谢谢老板，下班了。好，别说，什么都别说，我知道，好吧？我告诉你，接下来我要推送一个家庭套餐，凡是一家人一起来的，我通通打七折。哎，打住！不是，你能别这么大方吗？就这么大方，最多九折。你平时那么抠，这样我们都退一步，八折，好吗？8.5。欧阳总，哎，老婆大人，能走了吗？好了，探讨一些商业机密，没听到吧？完全没听到。哦，破费 good，OK。哎，周末愉快，辛苦啊！慢点走，走，吃饭啊。经过我们投资人的充分讨论，虽然很舍不得，但我们仍然一致同意你回电视台的请辞。我们需要一个真开放，但我们更希望看到一个执着坚定、拒绝舒适、不忘初心、勇往直前的新闻人。追求你的梦想去吧。回到电视台什么感受啊？问你呢。重返20岁，热血沸腾。跟我感觉一样，我重返18，因为我就爽死我了，真的。我就想一年前，我还找不着生命的意义呢，但是现在我也没找着，但是就活得挺舒服。我也是，一年前我什么样啊？失婚失业，没钱养家，多可怜啊！都能过来。一年前我觉得自己即将成为孤寡老人，我们仨各过各的。都过来了吗？不是，所以我说啊，咱仨再重聚在一起，就是上天的安排，命，老天在眷顾。你想咱这岁数，父母老了，孩子还小，碰上至暗时刻，好像就我家孩子小，行吗？你们俩孩子都能养家了，我们是特殊情况，对，我们是特，咱们三个人，你们俩特殊，你不是，你是正常的，对吧？注意领会精神，我这刚感慨，听不听啊？听，说，咱们这岁数。啊，父母老了，孩子还小，碰上至暗时刻，人生低谷的时候，还能有发小在一块儿吃吃烤串，喝喝啤酒，人生一大幸运。如果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这一年是怎么挺过来的。没有你们我就挂了，我完了。我特别珍惜遇到你们。咱们对胡发个誓吧，好一辈子，行不？
时间，我忘了黑夜还是白天，我忘了亲人朋友还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忘了吧那些没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答案了，四十岁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茅草屋租不易，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先拍张照，来来来来来，爷爷你往里边点，我们一块儿拍合影啊！来来来来啊！来，我数一二三，等我回来。好好点啊！来，小心啊，快乐点。一二三。四十岁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